各位早安，看到这里满满的货源，从前面到后面啊，都是刚刚下车的新货。从刚才看到这种全部都是高品质的日本水果啊，日本干啊，还有好多个日本干。这里就是中国的纯鲜最新的包装的爬爬干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它今年这个款式有一点不一样，它也是很好吃的。这是经典款的纯鲜啊，包甜啊。之前这个牌子如果抢不到的，现在可以过来抢了。开始有一些新货啦，而且不是非常主动，我们都放在后面的，只是熟客你可以进来这里抢这些货。昨天很多人追问的红美人干呢，哎，怎么这次来到是裸装呢？礼盒的有没有啊？礼盒呢，我们暂时没有新货来，表示说呢，就算你看到的也是市场的旧货。然后这一次我们拿到的都是比较小颗啦，可是也是福利价一块一粒而已。昨天介绍给大家的甜心柚啊，今天非常果然回来追，真的是很香甜，很像韩林这么好吃。这个到了两款不一样的番薯啦，这个是紫番薯来的，哎，有紫番薯来了呢，就是哥哥姐姐特别想订它的。然后这个就是甜叶的低品番薯，之前我认识过它了的，整个很肥美很幼细的一个番薯，这个啊，爱吃番薯的粉丝们不要错过它。然后后面还有这个是什么的，那是哦，山药，山药山药山药，就是糖拿咖一摸啦，阿摩利糖的。这个新货就这么多了，前面忙到后面啦，又是忙忙碌碌的一天。然后忘记跟大家说呢，下午他们来购买呢，有2块钱额外的福利是给年货的，所有的中国产的干都有这个福利，所以不要错过了，拜拜。